直发语啊。这点就都半瓶，我靠！我操，这运气刚好了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据说中午的话，至少你一点钟、两点钟可以走了。我本来算好就下午回去，正好差不多三四点钟就到家了。你现在回去到家起码四点。那个行驶证都在那个档案袋子里面是吧？对，估计就在档案袋。好，好嘞。天还黑着呢，哎，一个循环，五点钟出来，五点钟到，正好，一百多公里，我硬是倒了十二个小时才。转过去，转过去，不要停在这边。哎，你就穿这身坐高铁是吧？对，我操，我他妈东西都要带。哎呀，哎，手套。你这手套没冷的哇？不冷啊。你这个太大了。我这个手套还买130的。我那个在迪卡侬买的，150吧好像。挺好用的，比我原先那个198的赛鱼好。你要跑长途之前把轮胎检查一下。嗯，这个有脚撑的，有后脚撑的。啊，我知道有大撑。它这个公里数怎么这边不显示的了？我是那个，我一直看，我一直都400公里啊，没启动，启动就。哦。现在是那个英里啊，不是，现在是那个，我一般都是看多少公里加油，我一般都400公里加油啊。你这个就是看跑了多少公里的调成是吧？还有保养的那个，这个是总公里数啊？对，哎，17000公里了，我都没看。油表闪了，一般性能跑多少公里啊？我一直都是。我就是从来不看油边闪，反正我都400公里加油。哦，那要加油了。哎，不加油！你现在你是随便你吧，你想去泡个澡吗？就你现在住一院吗？就金沙汤泉。我先往南通跑一段。嗯，要你跑能跑哪里是哪里吧。对，你先去加个油。好嘞，好嘞，拜拜啊。拜拜。车子怎么好像有异响？哇，这个离合是真的轻。现在先往南通走一段路，待会儿走到哪？
95加满。啊？现金。微信。收费站这边了，不过这个是国档，不是高速。现在6点钟了，抽支烟压压惊。
镜子里有个帅哥，有个帅逼。